家长会讲到现在他的祝福。当时我的成绩
是第一名。15岁从国中毕业，那时在班上是第三名。当年的暑假，我参加联考，最后我选择台中师专就读，我想要成为一位老师。20岁的时候，校长师专毕业，出任教师，满怀教育热忱，心想我这一辈子就安稳当一位好老师就好。但是随着时空背景变化，加上年纪增长，我想法也有改变。我觉得我不能安于现状，当老师只能够影响一个班上的学生，我想影响更多人，我想扩大教育的服务层面。33岁的时候，我参加彰化县第三期的主任甄选，好运气我考上了，就留在原服务的学校担任主任，教然后辅主，学然后辅助。当上主任，我觉得我应当再充实自己的学识涵养。35岁的时候，我报考国立中正大学教育学研究所，以榜首录取。我以2年最短的时间，在37岁的时候拿到硕士学位。同年，彰化县办理第7期校长甄选，我继续参加考试。很幸运的，我一次就榜上有名。在38岁那年，我考上校长，开始了教育之路。40岁，我奉派分发至北斗镇罗清国小服务。我努力经营了6年，也实现了我心中理想的校园童话城堡图像。在46岁的时候，我参加入选，派任至北斗国小服务至今。时间好快，8年过了。各位同学，像我现在几岁了？心里永远不少。好，像我今年54岁了。今年我要与各位同学一起在北斗国小毕业，离开校园。我想用我自己亲身的成长过程经验跟同学们分享沙船大学的教育理念观点。第一个，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比的是续航力，要赢在终点才有用。校长在30几岁时很认真念书考试，取得更高的学历。因为我时时都保持学习的心，还有养成读书的习惯能量，所以我这样的年纪念书对我来说并不是难事，我反而读书的心得较难了，考试后就撞死了。第二个，读书要有方法，要有策略。所谓不着笔墨不读书，好记性不读烂笔头，大头不如小头，意思指的是读书要动笔，要勤做笔记，分类整理，将有用的知识记在大脑里，这样才不会发生书到用时方恨少的一个困境。你考试的时候才能够下笔如有神。第三个，他说小孩要有梦想，要主动踏实。当你有目标之后，要付出行动，否则你就是在做白日梦。我曾经梦想当一位好老师、好主任、好校长，以及想要实现我理想的校园图像，这些都是我的梦想。因为我有付出行动，理
所以我原本写忘了，对吧？再来告诉大家，要与时俱进哦，要跟得上时代的潮流。人最怕就是原地不动，不怕慢，就怕站。要保持前进的心，你的观念要跟着时代调整进步，生活才能够多元精彩，才能够去开创无限的未来。我想，毕业是人生一个新的开始，在未来的日子，你们要以多元的想法和认真积极的态度，迎向新的学习阶段。祝福你们，也祝福我自己，毕业快乐！谢谢大家。